欢迎观众朋友继续来关心最新新闻。欢乐德靠社区获得瑞进步，今年度全国治安标杆社区荣誉，所以由嘉义县警察局所主办的社区治安建设观摩会，上午就伫德靠社区登场。警方表示，社区加入维护治安的行列，成效是加倍。同时，到场参与的社会处长洪忠良表示，社区治安好，对观光的发展是绝对有帮助的。德靠社区妈妈用歌手五八的歌曲《你是我的花朵》为活动打开序幕。这是上午在德靠林温市广场所举行的嘉义县101年度社区治安建设观摩会，会选在这举办，主要就是德靠社区唔呐获得的嘉义县治安社区校正的好成绩，真正获得了内政部全国治安标杆社区的荣誉。这个工作是安尼吼，工作伫咧做吼，啊，一定嘞爱有动员嘛。啊，过来呢，啊，你都爱甲咱的数据吼，尽量减少掉这个啊做，大家迄个心结，尽量落去甲伊掏开这个心结，吼、哦。啊，过来呢，甲咱数据的迄个民众的迄个心啊，甲凝聚力甲集化来，吼、哦。啊，当然啦、啊，要做一个社区吼，拢无简单啦、啊、吼、哦，有阵足济困难啦、啊。啊，拄到困难的时阵吼，拢是。爱忍耐啦吼！在观摩会上，除了社区妈妈带来不得差的气氛，同时以行动叫方式来传达着家暴防治的主题。包括该县警察局各分局副局长及相关警察人员拢到场参加。该县社会处处长洪忠良也强调，社区的力量袂当无重视，因为治安若好，观光客就会放心来观光。治安啊是可以创造经济的哈。过去我想咱大家拢有经验啊，咱若去到外国佚佗。迄、那个所在啊，治安无好，导游就甲咱讲，暗时暗当我袂走吼，啊袂抢哦，啊若落雨时阵哦，皮包啊放伫头前吼，啊吼啊行的时阵唔当分散，啊行做伙，迄若咱旅游安尼就蓬勃啊，你知吼？对，就是不能看光刚，因为警力有限啊，民力无穷嘛，这个社会资源这个是要把它结合起来，不管人力、物力各方面都要把它结合起来。你光看一个警察的个。这个有限的人，精力是不能把很多事情把它做好，所以要结合到民意啦。同时，警政机关单位也在现场摆摊，进行着政策宣导，以推动着治安防治的工作。伫达靠是观光客上阿里山的主流景点，有好的治安环境，对观光发展是有更加帮助。新闻单看发，靠杨红欢乐乡采访报道。